要死快了，怎么还有小仓库啊？真的，太紧张了，是吧？弄啥子？啥也晓得，啥也不晓得的。死了这干事，你是啥也不晓得？刚检查来呀。经常来过，来过，经常来过啊。还有人？什么？这个里头应该有人。有人。应该有了吧？有的。开门呀！开门，开门，警察来了，开门。啊，开门，警察来了。拍照，上面写着年货物资。来开门，警察来了，开门。你的接触来了，是啊，开门开门开门，过来开门，进去进去啊，开进去啊，不用开过来呀、啊、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，这个这个这个再跑好跑过来跑过来跑过来，快点来，灯光开起来看，灯光开起来看，现在是弄下来呀，打开呀，灯，这是不发的，不发的，这地下烂的，这个都是团购，他们团购不要的，他说，对呀，那个真咋不要了，团购不要的，为什么有上海加油了，这是什么字啦，上海加油是团购不要的，怎么可能，对呀，这一会就说的团购不要的，走了，知道吗，来，他自己扔了，到处乱了，好嘞，没啥么子，不是，因为咱是借证的呀，那边还有呢，啊，还有那边有，对吧？那边我们没找到，不知道在哪。那上面也有，我。